他是在那个树下面找到的那个甘蔗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拉近拉近看一下，等一下啊，我拉近点儿，谢谢谢谢，我慢，准则，运气宝。对，之前看那下面有一个小一个有一个小豁角，看见没？叫什么？这地方，哎，脑袋指一下，就是那个地方，有个小豁角，说可能给安上了，今天给这个大板子给拆下来了。小意思的，我正好放点牛牛，我正好，小宝贝儿这儿，小宝贝儿，小宝贝儿，能看俩宝贝儿，你看。也喷点牛牛啊，这菜一会儿估计还能去不下面那边树那边，真乖，看咱们的小奇迹，谢谢咱们 DJ。你们都要评录一录啊，大家录一录评。美香在吃什么？美香那会儿我看到了，她有在外面吃那个竹子的，有在那边吃那个竹子。谢谢咱们藏红花。